这是兰葵朝阳的。这咱们平常要来吃吗？都是兰葵那边搞吗？ Sorry 3, 2, 1, go！啊！好比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了，给压力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他肯定今天应该是要给你一个惊喜，要不要？惊喜太丢人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老生气。